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猪，金色梦毒破坏神来了，太感动了。开箱之前，先来看一段彼得猪如何得到他的画面。Go， 第一包啊，白色的，好，失败。啊，白色的，第三盒，要抖，加油。白色的，好的，白色的，彼得猪，好，白色的，第六包，心好痛哦，第七包，拜托，金的，白色的，第八包，第九包。遇九则吉，有九重阳。阿金，第十盒，你偷看我啊，白的。第十一盒，白色的。我中了，一定中了，中了。白色的，究竟第几盒会终结呢？十三开，白色的 ，no， 十四开 ，no， 十五开，十六，来吧，金色 ，no， 十八啊，十九，啊好。21，金的，白色的，23，中了，不可能吧？那么惨，最后才中，然后还是不中呢？中，没错，你没有看错，24都没有中，好难过啊。但是各位不用担心，多的破坏神我已经请朋友帮我全部赔卖，没错，是赔钱贩卖，不然看到那么多破坏神走在路上会晃神，很危险的。那么这一颗是怎么得到的呢？就是之前彼得猪开到的金色神枪，刚好有一位好心的大大愿意跟我交换，虽然还有贴了一点钱，但是能以最小伤害钱包君的方法换到这颗金色破坏神就值得了。感谢帮我处理掉那么多颗破坏神的伙伴，还有愿意跟我交换金色破坏神的好心人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有机会拍给大家看。开箱吧 ，Go！ 金色猛毒破坏神，金色魔消破坏神，整颗金光闪闪，顺气千条。为了庆祝你的到来，彼得猪特地帮你命名为“戳破钱袋，心坏不嗨，福神不在”。彼得猪阿呆，千万不要学彼得猪一次买那么多盒，有缘则来，没缘买很多盒是阿呆。破坏神的主体有两种颜色的金，这个颜色的部分是属于金属材质，剩下的都是塑胶。破坏神上金盘送的贴纸是一样的，不上好像不怎么搭，撕掉。跟动画版的比较起来，金色的反而没那么有特色，动画版的鲜艳许多，这个配色我比较喜欢，也比较好买到，打坏比较不会心疼。目前比较容易入手的破坏神有这三种颜色哦，还有其他颜色非常贵。欣赏一下侧面的纹路，原来它的金有两种颜色，这边尖起来的地方有另外涂漆哦，没有仔细看的话真的分不出来，算是一个让人发现也不会兴奋的小彩带。先拍一段它没有受伤前的模样，因为待会就要拿下去打了。动画原色加金色下金盘感觉没那么搭，但是把它换成这本杂志送的金色圣龙上金盘，还有吉巴点送的金色斩，会变成什么模样呢？跟金色猛毒破坏神比较起来有没有很搭？有，好搭的感觉，跟金色抹消破坏神刚好可以成为一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真害羞。铁跟轴的颜色都是一样的，1/72还是会有这一张，恭喜你中奖的小白子。紧实度如何呢？怎么这么松？来听一下原色版的
清脆响亮，而且很紧。动画颜色如果是九分，七十二分之一的大概只有七分，好不容易得到的结果还比较松，好惨啊！那就来对战见真章 ，Go！ 首战原色与金色的对决 ，Go！战就被敲出去了，一比零。加油啊，阿呆号！阿呆号！阿呆号，爆裂！猛毒破坏神三比零，果然便宜又好用。怎么那么长？红龙与阿呆的对决 ，Go！ 加油！再撑下去！好，爆裂二比零！啊 ，no！ 轰隆破坏神获胜，下一位。这个画面惨不忍睹啊！换成左回旋的打看看 ，Go！ 加油！哦，啊，待后。真的有波动拳了，结果没有打爆对方，然后让自己处于劣势。持久度，哇、哦，竟然获胜一比零、哦！难道阿呆号是要用左旋才能获得胜利吗？哦，来吧，继续验证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没有，是我想太多，一比一。加油啊！来来来来，两个轴心都没有互相碰到，开始喷吧！然后两个都射不出去，卡在那里很痛苦。哦哟，二比一，加油！哎呦，哇，波动拳出去了，有没有办法逆转胜呢？加油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很好。这个气势，把它压下去，压下去 ！No， 二比二，关键局，来吧！不要喷，不要喷，好，不要喷，比较持久。但是如果被打到突出来，射不出去，就会不持久了。哦，终于获胜了，两个都卡单了、啊。但是阿呆比较持久，下一位，那就以这个模式来挑战其他金色陀螺。喷吧三千五对上比得住阿呆 ，Go！ 都是左回旋呢，阿呆号应该赢面会比较大，因为魔龙很脆，没错，二比零，加油，轻松拿下胜利吧。不会吧，这一局站起来，阿呆站起来 ，no， 三千五一比二，猛烈的撞击，爆裂吧，轻轻松松四比一结束，下一位，丝绸路纹爽阿神对上阿呆，阿神出界一比零。分身战耶！战龙，战龙！哇，利恩铁完全发挥作用，二比零。难道阿神？阿神没事，一比二。哟，加油！啊，哦吼！二比二平手，关键局。出来吧，小阿呆！小阿呆，哎呀，小阿呆没有喷，然后就把阿神爆裂，四比二获胜。下一位，六抽鹿魂，金筹金筹金金筹对上阿呆，加油，小心啊！哦，还好，没事没事，只是我的分身而已。站起来，阿呆，站起来，很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压倒他吧。压下去 ，no， 一比零，一比一，领先二比一 ，no， 二比二，关键局。
次，下一位，金枪不倒，一千万对上阿呆。三枪完全不给机会，1-0。三枪，神枪出界，1-1。先把阿呆爆裂，获得胜利。撞到玻璃，好痛啊！金光闪烁，对阿呆。阿呆号1-0，加油！闪烁号，阿呆号也加油！这一局没有被敲出去了，看来是一场持久战呢，很好。哇，不然那个比赛就太快了，阿呵。哎，他的又卡弹射不出去了，看来这一局危险了。没错，1-1，很棒！哇，小呆还在，哇，小呆被他出去了。2-1，变成又危险，跟你拼了，没问题 ，Go！ 右旋最右旋，有猛到2-2，关键局。转3-2获胜，金光闪烁还卡着没有落地，最后来玩7颗大乱斗，加油，牛子！加油，牛子！左旋阿呆获得1分。这次的金色破坏神就开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